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反手快拉技术。反手快拉呢，一般在日常训练当中练的比较多，在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少。比赛当中以反手的快施为主。日常是怎么训练的呢？对面反手啊，防守，然后我方连续的用反手进行快拉，它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手上的控制能力，加强我们的稳定性。连续进攻的时候，你需要对球的弧线落点啊很好的进行掌控，包括你的还原能力啊，这个是有很好帮助的。反手连续快拉有两种动作结构，那一种是右脚稍前左脚稍后，以转腰的方式去进行拉球，这个和正手的发力方式有点像，它的动作幅度会稍大，好处呢是它的腰部转动会比较充分。但缺点是什么呢？拉完了以后到正手很难转换，对吧？你的右脚在前的话，你要转换到正手需要一个步伐的一个调整，会影响你动作的衔接。现代乒乓球技术啊，这种拉球方式几乎很少见了。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呢？左脚稍前，右脚稍后，有点像什么呢？像我们领腰，就我们前面讲的反手拨球的啊，这个发力方式，领腰动作幅度很小，用我们腰腹的力量收腹展腹进行发力，这种还原性更快，而且呢正反手衔接也会更快。那有人就会问了，第二种方式是不是拉过去的球质量不高呢？其实并不会，就中近台而言啊，这种腰腹的发力啊，这种领腰的发力方式，其实它的质量不会比转腰发力的啊质量低。我们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刘诗雯，她的近台都是以这种小动作收腹领腰啊，在发力的时候腰部腰宽向前领，动作幅度非常小，手臂的动作幅度也很小，但是呢质量特别高，速度特别快。这可以说是乒乓球技术的发展与进化，随着个人能力个人素质提高，在中近台小动作出来的爆发力，对吧？你的爆发力好的情况下，你的质量反而会更高，在比赛当中你的主动性会更好。因为在近台主要是以摆速为主，你的动作幅度大了根本来不及还原。那是不是说第一种拉球方式就被淘汰了，没有学习的价值呢？并不是。在接发球阶段，对方发球过来啊，这种出台球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，第一种发力方式会更好，因为它的引拍可以向下引拍的更多，整个发力呢也会更充分一些。在中远台对拉相持阶段，第一种的发力方式也会更好，因为它的动作幅度大啊，能够制造更强烈的向上前方的发力，这样才能保证球更好的上台。